来看一下啊，这是给我一个那个功夫的游戏，制作一个敌人的角色，坏人的角色。那看一下啊，这个眼镜在游戏里面可以不要，也可以要的，但是你可以在游戏里面控制它。这个稍微有点控制一下它的参数啊，这里是调整它那个移动。好了，稍微有点放大一点，放大出去了啊，看啊，拉下来一点，good，再上去一点，好吧，就这样行了，再大有点难看，它这个眼睛还是太大了，我觉得还是小一点的好。这个眼镜呢，就是说可能给到什么 boss 之类的，啊，这行吧，差不多。它这个还要减面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游戏角色里，这个已经减过面了。Not nature pose。那我们把那个看一下啊，这个哦，这个裤子要减一下面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Polygon reducing 啊，就是重建，多边形重建。我看一下，要30%，然后 bake texture， 把它那个烘焙一下它的那个纹理 ，apply。有点慢，稍微等一会儿，行了，那这就好很多。再找一双鞋子，鞋子，哎，这个鞋子，这个剪过面了，到底是剪了还是没剪呢？剪了面还有那么多，这个应该是剪了，它是显示的问题。这个鞋子要不要剪一下？剪一点吧。这个应该是剪过来的，上面这个鞋子弄个50%，太密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游戏大概是从顶上往上看，很少也是看鞋子，所以鞋子的面数呢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。它这个鞋子变数本身已经比较低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再少剪一点就可以。你像谁去看鞋底了？它这底的面我们稍微低一点啊，弄到 by percentage。就是50%，同样也是512的贴图纹，也有点太大了。我们到 Unity 里面去调一下，它那个贴图纹用的256就可以了。等一下 ，Good， 调了吗？没调啊，我觉得。哦，我是调了上面了，弄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又把裤子弄了一遍，现在这个才对。啊，刚刚不好意思。再稍微等一会儿。一会儿粉。好 ,good, 它这个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角色啊，这个角色就不要了。这些东西啊，把这个一起打到。FPS 格式，他这里还要你弄这个。其实我觉得 number of mesh， 你可以弄三个模型出来。如果你会这一套模型呢，你需要 install LOD 啊，这个你需要那个对绑权重非常熟悉哦。否则的话，我建议你就先弄一个模型，先不要搞 LOD 了。我们先把它存一下啊，把它弄成 customer save as 一下 save project 一下，哎呦，有点乱七八糟。CC， 我他妈弄到哪去了 ？Customer project， 这个以前的一个。
我还是把它弹一下吧。哎呀，第一排 C 也没有 CC 的 character creator 角色空模型。我把它功夫里面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我先建个文件夹吧。丢这里啊，好，那个到哪去了？建到哪去了？悲剧，先不管它，我先导出一下 export FBX color， 这个是导出一个带衣服的角色啊，我们把这个模型包含在里面。Label texture， OK， 马牙 ，Unity 3D， 把这个导进去，把这个编辑打一下 ，max， 把这个1024就够了，没有 frame rate 啊，这个没有 motion 啊 ，export， change the UVs。This code cannot be imported back into CC if you had made any of the following changes. 这个 UVS， 他说这个就不能再导回 CC 了。如果你做了这些 UV 改变的 ，mesh 改变的 ，remove t pose state， 这个 t pose 的那个数据动了。我们先就导出来吧，导到桌面上吧。模型 CC 角色，好，打这里啊 ，enemy 杠零幺，好吧 ，good， 好，稍等片刻，把我们的功夫打开，然后我们来看啊，它导到哪去了？酷的模型 ，CC。这是这个是这个吗？导了 FX 吧，哎，可以了，导进来了，二哪去了？我经常是搞不懂的。这里啊，在这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来。来了，我看一下这个 ninja enemy 没有 motion 啊 ，rigging 的也不要 rigging， 我们先只是看一下模型啊，没有 motion 的这个，然后是 material， 哎呦，它这个 material 比较的。Input material entities location 试一试啊，试一试，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参数，有的时候也搞不清楚。等一会儿，材质比较多，这太多材质了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合并材质。好，它全导好了 ，fix now， 模型呢导了，导成功了。它这个模型啊，牙齿都是还在。胡须没了，好像眼珠还在，这个也在。我们可以搞一下，把这个有的东西不需要发光的 skin 的，稍微有点发光。这个是 Irish，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，我有个办法教你啊。你把那一个，它那个材质搞得很红，
或者是很纯的颜色，你就能知道你正好在调哪个颜色了。那比方说这个，好了，我们调好了，我们到场景里面去看一看啊。比方说我调到 Game 零一里面来，这个角色，这个东西 Map 被我关掉了，选择。Floor 好，这个材质等一下啊，然后把那个刚才那个角色丢进来看一下啊。太小了，我们在这里改一下啊，改一下，比方说是15倍。2倍，3倍，好，可以了。现在你可以看这个角色跟这个搭不搭，搭了2.5就可以了。现在没有动画，动画可能要去那里面搞，它是没有骨骼的，它现在有骨骼的，你看 root 这里面都有骨骼的。我们看游戏里面看一下，跑起来看一下啊，差不多吗？高大一点点啊，element 03就好了，大了也好了。其实你看啊，那些皮鞋剪面还可以再多剪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些老大，你看，这个模型就好了，然后下一步就准备搞动作了。好吧，今天先这个模型剪面的就到这啊，谢谢各位观看。